天是什么日子？你不会不记得吧？那我是不是有礼物？真的吗？是什么？是要送给我吗？喜欢，怎么会不喜欢？你送我什么都喜欢，何况是送我喜欢的粉红色的玫瑰花。谢谢你记得今天是我生日。你也要奖励啊，又不是你生日，你要什么奖励？那我把花放着，我想一想给你什么奖励好不好。谢谢你记得我生日还给我准备这么大的花。你要奖励啊。你知道日语里面喜欢怎么说吗？好きだよ。然后这个稍微有点，你先闭上眼睛，不准偷看，不行。喜欢吗这个礼物？你看你送我的花和我配不配，是不是特别配？那当然啦，这可是你送我的花。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过生日，我们下一次一起去旅游好不好？我想去，我想去什么地方？要不你给我出主意吧，你觉得带我去哪里好？我已经准备好行李啦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啦？